新品赏析 Nike 克罗地亚国家队2018主场球衣球员版6月17日凌晨3点克罗地亚国家队2018年世界杯的首场小组赛就将打响，他们将身着全新主场球衣迎战非洲雄鹰尼日利亚，世界杯赛场上球衣最花哨的两支球队即将碰面。今天我们就再来看看克罗地亚国家队2018主场球衣的球员版本，对比之前为大家介绍的球迷版，就能看出明显的差别了。外观1998年在法国初露锋芒后，克罗地亚足球一直是世界杯舞台上的常客，仅仅缺席南非世界杯。尽管每次大赛上穿着的主场球衣都不相同，但是红白格纹这一经典元素，不管时间如何流逝，它都将是这支球队甚至国家的骄傲。哪个品牌或者设计师会想要改动克罗地亚主场球衣上的红白格纹呢？全新2018克罗地亚国家队主场球衣依旧是经典的造型，不过红白格纹比起之前的款式要大了不少。直观来看，单个格纹内至少能印制球衣正面的小号码。耐克足球类服装高级设计总监霍宾斯如此看待克罗地亚新主场球衣的格纹，超大的格纹代表着每个人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如同一个真正的宣言，关于勇敢和美丽。细节 AMP 面料与另外几支第一档赞助国家队相同，克罗地亚2018主场球衣球员版也是搭载了 VaporConnect 科技的高级 VaporMatch 球员版。耐克通过领先的针织技术，让球员版球衣的面料变得非常特别，轻薄贴合，不同的功能区域采用不同的织法，而它们之间还都是一体相连的。在面料细节和穿着感受上，耐克2018年的球员版国家队球衣完胜其他品牌，总结经典的红白格纹，功勋名将莫德里奇的最后一届世界杯，难得的 VaporConnect 是受球员版本，实在是想不出不买这件克罗地亚主场球衣的理由。大家觉得呢？耐克克罗地亚国家队2018主场球衣球员版官方售价1099元，球衣产地泰国，球衣版本 VaporMatch 球员版，面料成分 100% 聚酯纤维面料，科技 VaporConnect 技术，货号92万2937-657，尺码建议球员版剪裁贴身，尺码比球迷版偏小，建议试穿后购买。本站文章除著名转载外，均为本站原创或编译翻译，转载需征得我站同意并注明来源，违者我站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